就很棒。为了登上艾尔登之环之王，我会努力的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征途正式开始。哼，我会怕你？笑死我！看我这走位。音乐之后，他的攻击越来越屌了，他怎么直接一下就给我 KO 了？算了吧，我们不打他了，这个人不讲武德。忘记锁敌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不尴尬了吗？我跟你说，就这一滴血把他干了，信不信？没关系啊，跳起来砍！滚！好，跳起来，砍！好，滚！好，死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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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妈！哎呦妈！哎呦妈！什么意思？好，来吧，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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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玩个屁呀，装备太差了吧，是不是我装备的原因哦？升不动级，这个游戏好难好累哦，又累又难，升级还不让人升，装备爆了不让你穿，我真的，哎，你给我爆干嘛？你爆了我要看着，我又不能用。我想申请退款，游戏上或者技术性的问题，小怪都打不过，爸爸给我退款吧。太难了这游戏，我还没打到 boss 那一关呢就把我劝退了。以后不要叫我玩这种游戏啦，你们是不是想嘲笑我？你们是不是想嘲笑我？